我们看这一题，这一题他说哈，这个甲、乙哈等六队，也就还有其他队哈，总共六队。如图哈，如这个图排这个赛程，彩单淘汰制，也就是说比完如果你败了就被淘汰，只要呢。败了马上被淘汰，这个就是单淘汰制，只要呢这个输一场就输了，输一场就被淘汰，这是单淘汰制。则若各队实力相当，求甲乙能争冠军的几率为何？甲乙能争冠军就是说哈，甲乙的话哈能够跑到这里来了，一个甲一个乙，在这里争冠军，他既然是说。这个六队的实力一样嘛，也就是说各队哈、跑到这里来争冠军，他的机遇是一样的，甲乙到这里争冠军的机遇跟乙丙到这里争冠军的机遇跟其他两队到这里争冠军的机遇是一样的。好，所以呢现在总共有六队嘛，那六队取两队哈，在这里争冠军，他的那个方法数有几种？我就说有几种哈，几种配对啊，能够在这里争冠军，有多少呢？有六乘五，二乘一啊，二三得六，所以有十五种情况，也就是说有十五种情况呢。在这里争冠军，那甲乙呢是这十五种情况里面的一种，也就是说甲乙在这里争冠军它的几率就是十五分之一啊，所以答案是十五分之一。